这个大叔啊，从那个山东过来，听说我在这边玩，直接就过来了。所以我们这个营地现在很热闹了。然后现在呢，他想去挖螃蟹，我老爸带他去。这两个老头，可能这个大叔比我老爸应该小一岁吧，是不是像两个小孩一样？比我还贪玩。我现在就是那个带娃的了哈，带两个小孩出来玩就很好。在这儿。这是螃蟹。那别拿出来，别拿出来，拿出来抓不着，别动别动，我来，你这样出不来。大、看看他在这儿吗？你摸他都，你摸摸他都很老实，看。我不敢摸，敢摸？不行，整个也不敢抓。那夹的，他夹这里。有，抓到后面这两根爪，完了，你看这爪都掉了，两根。那是啥？我看着了，他这拿几条抢出来的。不要抢，手抓。看着螃蟹爪了，看到没？第一次抓正的，这个我要放这儿，少俩腿你都追不上，嗖嗖的。能吗？能跑这么快吗？那成快了。嗖嗖的，你要在石头边上，你根本抓不着。你一会儿你就看着了。哎呀，挺好玩，挺好玩。是，都是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都是他挖出来的吗？他看什么角度啊？对对。你看这个是往，这个就往这边斜。哎，这个都不对。好，你俩挖出来，我负责撵啊。这样基本上你俩挖不着了。没有。没有拉倒了，哎呀，挖不出来就算了。哪有那么大嘞？这里还有一个洞，那里还有一个洞。它是不是有角度吧？它能看出角度来？就往那边走的吗？哎，在这，哟，哇，就这儿了。你看，挖出来了吧？我来抓啊！哇，这也咬人呐！哎呦，我操！玩，它要藏起来，它一下就能钻进去。没那么快，只要他钻沙子里，你就能找着他。哎呦我操！啊！哎呦，咬人了！哦，咬人！老师傅，你来不来呀？我可不敢抓他。哎呀！哎呦，咬人！你看真行，敢抓。他有窍门的，你买螃蟹你也不抓，不也得抓这吗？你也不抓？不抓，不敢抓。你永远就抓他后面这两根腿儿，他就咬不着。摁后背。按他的后背抓后面两根腿儿，那就挖一个，这里来，这个洞大呀，快，我指挥两个老人家挖洞，这个第一个洞就这么大，没有了，你身后还有一个洞，这里，不到时候了，不到时候，他到了，确实在里就是挖，再挖就累了，就是，也能挖出来，就是不知道在哪了，他俩洞是通着的，嗯，不能，哎，这是哪？我。快不快？哎呦我天！好，抓着了。两个人。你咱别说百米，六十米。我的天！起码没有二百米。哦，这么快这玩意儿？你扔这个，哎呦我去！没事儿啊。没事吧？你说有事没事？咬上了吧？咬上了，爪子咬掉了。咬掉了是吧？呀，轻点。这么厉害啊？是的呀，它都不撒口。我操，这个小的不好抓。爪拽掉了，它都好，这个好了，这样抓也行。哇，都咬掉了，可以吧？这大叔也是个玩心比较大呀，这的洞就挖呀。别着急，明天你还可以一会儿还得钓鱼呢。不会钓鱼啊？没事，我老爸也不会，我也得学习。钓鱼了，哪玩意儿学啊？就往里扔呗。那个扔就能钓小鱼，你们得学钓大鱼。钓的，会钓钓大鱼，不会钓小鱼。完了，这个没有了。我这个大，老师傅这个大。行。哎呦我去！喂，抓不着。咋抓不着了？这玩意儿有窍门。然后呢？真行的。然后慢慢抓了就。然后那就一直按着的了，哎呀，这个大吗？看着洞挺大，不行。所以这样你要抓它，你没事，你一伸手白扯。你看这个洞，三，哪？完了，我操，够不着了。在这趴着吗？好。在哪儿呢？不要了，拿出来好玩。那我抓着好玩啊！好玩死了，咋着了？
怎么样？沙子一打，我跟你讲，它就能抓着，你不打它抓不住的。加油！下边没准跟你讲一顿半斤的大螃蟹啊！哈哈哈！巨大的有多大的？最大的也没多大，就那么大个儿。我妈都这么大，就在这块儿。这个没有橄榄窝鳞之类的。有，海里有。你吃那啥不？有海螺。小田螺，小菠萝，你们叫啥？你们青岛叫啥？是那小的菠萝，就是海螺，很小很小的海螺。你把它弄平了，等你晚上再来看，它就有个洞了。钻出来了？对。它这么有劲儿，这玩意儿。嗯。我们干了好多，挖完之后没有，结果过一会儿过来看，出个洞。哎呦！跑了跑了跑了，快立桶啊！当当当当当当！哎呦我操，又一个吧，全跑了，我去！好，还跑了几个？这里有个埋着的。没了。哎呀！哎呀！还跑了两个。哪玩意儿跑的那么快啊？那是，走了，别挖了，挖两个玩玩得了。退潮了，一会儿看我们的虾龙收获如何。哎，这两个老头还在玩，玩的不亦乐乎，我都累得不行了，我得休息一下，让他们自己玩吧。好，这回老爸有伴了，他俩可以玩了，终于不用我哄了。哎呀，有人带他玩了，咱们歇会儿。